去边度玩呢？今集 Unbox 酒店咧就带大家嚟到呢个地理位置非常之方便嘅尖沙咀。呢间酒店咧，我相信大家行街嘅时候一定会经过噶啦。但系住宿入边会系点样呢？今日一齐同大家开箱。今次住宿 package 就好適合一家大小啦，因为就可以在中庭或者呢个 Moon Garden 野餐，仲可以玩呢个飞行棋啊，同埋砌积木，可以俾啲细路哥放下电啊。今次呢间古迹文物酒店，酒店主楼前身就是香港水警总部。如果讲历史的话就要追溯到1881年啦。佢而家咧系香港现存四大最古老政府建筑物之一。位于水警总部主楼外边咧，呢一款就是印度式阳台啦。呢一种全铸铁结构咧系香港好少见噶。酒店主楼就是维多利亚式的建筑，你会见到每一寸的地方都是历史的见证啊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话就可以参加这个历史导赏团。这间酒店就特别辣，因为它没有客房，只有套房而已。而今次带大家看这间就是940尺，穿过这个 L 型走廊，欣赏了这些画之后就可以去大厅了。入到来大厅呢，看到个设计就是前面是小偏厅，旁边这里就是睡床，还有会看到所有家私都是木制和充满复古的感觉。去到浴室，你看到地板就是黑白色街砖图案，有浴缸，而且是干湿分离的。第二个卖点就是这个私人的露台。今次酒店的准则就是会根据这个浴缸景观、房间配套、酒店设施、餐饮优惠和抵住程度来评分的。如果想知道更多酒店住宿卖点，继续留意我们，和你一起 Unbox 酒店。